单聊吗？听到了，我做任务。单聊吗？单聊吗？哎呀，怎么说？红红仔单聊吗？可以单聊，可以单聊。你觉得可以啊？可以啊。OK， 连续两把，非常的连续两把刺客狼的可能性，应该可能只有百分之为百分之零点零一。好，真的？那你报身份吧。连续两把狼，我可以直接报，我可以直接报。我这把是普通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个是狼，这个是狼马老师，这是鹈鹕啊？对，为什么？我跟秀才里面有一个警长把这个人刀了，我们有一个人被吞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人把他刀了。来，我问你啊，你凭什么？啊、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我看右边马老师。OK。你去右边。耶、我和小温全程抱团从迷宫出来，然后往上走，在那个灯关灯以后，我们在那里点多少灯，在那里聊了半天，但是小温他没告诉我身份，但我只能认他这五个人死他绝对没有动刀。首先死了五个，那么警长肯定杀了一个好人，那么剩下三个人，那三三大强刁德一都不是个好人啊。小温怎么办？听你们坏人归票过。我总感觉没用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如果三个都是坏的，直接弃票投我们两个其中一个，直接没了。哇，他们肯定是有双狼，双狼要说不定还有个中立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什么中立啊，我只是一个白板鹅啊，怎么办，大魔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直接统一点票数吧，投一个。现在肯定是他是双刀了嘛，双刀之后，然后。你如果是按照你刚刚说的警长崩做了一个人，我觉得也应该不是这么长的时间，肯定是一直都是在刀的。哎，全票打三三吧，我们不要分票，我们两个就投他了吧，过。小温，你这发言，你俩不是双老师骂玩意儿，你俩后置位，我马老师朱大强，我们三个人一个人都没有发言，你俩上来考搁这一顿啪啪言，怎么办？我俩抱团。投三三吧，啥玩意儿就投我？你要真是个好人，你会发出这种言都不听我们后置位发言，你就投三三啊？我都懒得发言了，全票打飞这个小文，你好人这样发言，好人能赢对吧？过了，我都不想说了。过了，刁德一发言啊，我只对话你朱大强一个人，这把小温跟大谋演得非常好，我上来做任务没找到人，后面遇到了三三。死了这么多人啊，你朱大强你注意听，死了五个，我问你这里面有几种可能性。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双狼双刀对吧，啊，鹈鹕吃三个，这是一种可能性是吧，还有什么呢？双狼四刀，鹈鹕吃一个对吧，啊，也就是说你朱大强对吧，是个鸽子。这样全票挂这个小温啊，朱大强不要再给他演了啊，直接饭堂集合，游戏结束，过。朱大强发言，马老师又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。那个我出生的时候看到了王大谋跟小温啊，他俩如果是双狼，我早就死在小墙角了，所以也绝不可能在我眼里王大谋小温两个铁好人。猜一个，猜一个。那我确实一直都是单走的，现在死亡的这个人数跟刚才开心的事情推断，先出三三吧，好吧，咱们先把三三出了，这铁狼发言，猜猜猜猜猜猜朱大强。啊，那，
是什么？他猜我是什么？全票打飞掉了一。没事，开饭还在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彪德一大毛这样，我移速七百多，小温你追不上。小温加王大毛这样，你现在啊、你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在里面慢慢讲，我们下来聊，来，慢慢。小温，我跟你聊一下，哎、我跟你下来，我跟你聊一下。我不聊。马老师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在这里这一整管都归你啊，过。听马老师怎么说。马老师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先说。刁德一发言，你大谋小温两只鱼鹅，为什么啊？你们忘记了吗？刚才几票？少一票啊，大强为鹈鹕啊，开饭你用了，知道吧？你这把两票把我打出去，大强直接吃完了，懂吗？先把这个朱大强三票给他票出去，票出去之后，不对，我建议是这样啊，你大谋跟小温加我一起七票，你们两个七票就行了，我进去就把这个朱大强给他刀了，然后你们再来报警，再把我推出去才赢。你现在只有这个方法，懂吧？所以我这把其实我可以输，我也可以让你们好人赢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把我飘出去，朱大强他有这个能力吗？他没有啊，因为他是鹈鹕啊，他办不到，对不对？你是必输局，所以你现在答应我，你们都弃票，我就答应你，我进去只找大强。你还有百分之，对吧？你就假设我骗你，你还有50%的赢面，但是你们两个推我，你们是100%输。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只聊这么多，你博不博？你们自己看，必输局和50%的局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们选择啊是正确的，弃票过。啊。大谋小温两个，你们两个完全不用搏啊！他们搏什么？我一介观鸟者，除非你俩有中立，是吧？要不然咱们必赢，好吧？直接感谢世事89363的钻粉飞机。嗯，鱼鱼，你看鱼鱼不鱼鱼不鱼嘛？哎，观鸟者信嘛？对不对？你博分之博输的局，博分之博，完了，不着急的呀。开车 CD， 刀开刀，刀个刀个刀刀，一把杀猪刀。谁敢过来呀？谁敢过来呀？你们有任务要做吧？我就在这卡个49。卡哪儿了？卡这里。我能看到他，他看不到我这个位置。去搞这个东西。来，你泡泡。CD 好了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差一点啊，马老师。怎么你是个歌词啊？到的不是小文啊。小文吗？